下一个入场的是肖子熙，广东省体育局，王一，吉林省体育局冰上运动管理中心。第三队登场的组合肖子熙和王一，韵律舞得分47.54分。本赛季的自由滑自由舞选曲，与你的灵魂共舞。原地托举。Holding on too tight, head in the clouds. Heaven only knows where you are now. How do I love? How do I love again? 单足接触。How do I trust? How do I trust again?线托举接转体托举的一个联合托举。编排捻转，非常出色。今天肖子熙和王一发挥出了自己最好的水平，整体的节目非常的流畅干净。滑行技术也是到目前为止做得最好的选手。
开场的原地托举。三组接续步，两人要在不相握的情况下同时单足转体，直线托举接转体托举的一个联合托举，难度滑出。同步捻转步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一致性和流畅性都做得非常出色。舞蹈旋转，编排捻转，在做编排类动作的时候，你可以在六个编排动作中选择三个。萧子熙、王一自由舞得分76.35分，总分123.89分，现排名第二位。